挑战亲女生一口就跑。我喜欢这种被追着打一个立白的感觉。杨米啊，新年快乐。嗯，哦，没想到你还挺大方的嘛。哎呦我的妈。哎，等等，你仔细看了、啊、搞这么多花样呢？这不过年了吗？惨了惨了，那是你妹的，你休息一下。你去过年吧。你瞎呀、啊？对不起对不起，以后对不起的事少干。嗯，不好意思啊，你喝哪个桌？我再帮你倒一杯吧。我没上网啊。那你下次过来上网，知道吗？过来上网就不揍你。去吧去吧，哎，今天这个隔音效果很好，就试试。姚米，你这个母老虎！王哥，玩个游戏呗。嗯？你一次性喝完一罐，我充1000网费不封顶。哇！切。玩不起，我就知道。等等，对 ，KO。我不跟你玩，是怕你破产。哎呦我的妈！还玩吗，臭弟弟？你妹在洗脚，指点他。你妹，来喝杯水。哎，你们啊，我给你讲个笑话。嗯。从前有个傻子，你不敢跟他说什么，他都回答你没有啊。你听过这个笑话吗？嗯，没。我记得我跟你讲过这个笑话吧？没有啊。小米，嫁给我，我给你开100家网吧。嫁给你。除非天下的男人都死光了。要过年，我还是这么穷。哎，杨幂，要过年了，年终奖自个抽吧。好啊，谢谢老板。嘿，嗯，老板，能放桌上抽吗？不可以，只能我拿着。老板，我抽好了。网管，问你个问题，如果有人晕倒了，你愿意给他做人工呼吸吗？愿意啊。嗯。哇，但是晕倒是不够的，除非这个人啊四肢抽搐、满地乱爬、相互撕咬，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，就可以直接送去海滨医院啊，就不用做人工呼吸了。饿死了还不来？来了，先生，你的面，你的饮料。哎哎哎，回来！怎么了？这个面难道用手夹着吃吗？可以啊。这个酒你是能用嘴吹开吗？是啊。来来来，你吹个给我看看。嗯。真香，真香，真香！